多的范冰冰，在她迎来36岁生日之际，也正式被李晨求婚成功了。那么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呢？范冰冰表示，最近她和李晨都比较忙，请大家给他们一点时间，一忙完肯定和大家分享好消息。其实我们觉得大家不必着急，大黑牛婚都求了，全国上下这么多眼睛看着呢，还怕范冰冰跑了不成？近日李晨竟然带着一位紫衣美女，不怕回去会搓衣板吗？仔细瞧了瞧，想不到这位女子是男的，知道她是谁吗？她就是霍思燕的老公，这男扮女装也太